跆拳道国手林婉婷示范新款智慧手表功能，除了可以追踪个人健康资讯，记录运动和热量消耗，还可以储值悠游卡进行小额消费。今年台北市大运期间，来自世界各国13000名选手和队职员都能获得这项礼物。像熊战手上的爱心爱抗，其实就是有即时心率侦测功能哦，让我在赛前准备更有效率，然后也能在世大运场上夺下更好的成绩。这款智慧型手表是由宏基、联发科和悠游卡公司联手打造，共同赞助给来台参赛的选手，希望他们在比赛期间也能享受台北便利的生活环境。趁这个机会，把台湾的品牌推到全世界去。所以这个老实讲，因为我是业界出身的，所以我知道那种什么心 heart rate variation， 就测那个心跳的那种变异哦。这个有时候会有那个功能哎，它告诉你说，哎，你现在太紧张了，那他就用那个 IoT。穿到你的手机，那手机就跟你讲，你现在太紧张了，心跳太快，慢一点。世大运是台湾有史以来举办最高层级的运动赛事，北市府期盼各界能踊跃参与，争取曝光机会，让台湾产业要上国际舞台，携手打造最精彩的世大运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游翔廷采访报道。